天气好热哦，快去找一个有冷气的地方休息一下吧。图书馆呢？里面应该有冷气吧？怎么没人呐、啊？可是我们要借书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后面还有自助借书机啊。哎，你会用哦？对啊，这很简单啊，我教你。好啊。你看，帅哥哎、欸，还好吧？哎呦，你不懂啦，现在都流行这种 Korean style 啊。好啦，那你慢慢欣赏啊。哎，这个是上课笔记吧？对啊，借我看一下啊。好啦，赶快去，你快走，拜拜。拜拜。人家就说啊，抱着语文书走路的女生最有气质了。现在该是老娘出动的时候啦！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哦不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你没事吧？我的书我砸到你吗？没有，没关系，会不会很痛？不会，要不要我帮你哭哭？我真的没事，谢谢。啊，我要去还书了。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如果回家发现哪里痛的话，一定要打给我哦。好，谢谢。有事一定要打给我哦。没事也是可以打给我啦。如果突然觉得孤单，觉得寂寞，觉得你好冷，真的可以打给我哦。啊，糟糕！这本书再过几分钟就逾期了，逾期是要罚钱的哎。那我先去还书喽，拜拜。我们刚好像提早开了，改天记得去带带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边有人坐吗？没有啊。谢谢。你不是我同学刚刚撞的那个人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同学就是这样，比较迷糊一点。哦，没关系啊。语文书哎，好厉害哦。没有啦，你对英文也有兴趣吗？对啊，我最近想去考多益。是哦，那你都怎么准备啊？我不知道哎。像是多媒体中心啊，那里的电脑都有挂 DVD 的学习软体，然后图书馆网页也有一些当期杂志可以线上浏览。多媒体中心在哪里啊？在工程楼啊，下次再带你去看好了。好啊，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我知道这里有几本书对多益很有帮助，然后很多东西都有从那里考出来，我可以带你去找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你人真是太好了，谢谢。不会啊，走吧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好，谢谢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女孩也太有气质了吧！人也好好哦。哦，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
该不会我恋爱了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志玲，多么漂亮、美丽、可爱、俏皮、青春洋溢、人见人爱的名字啊！是不是该要个电话？不，好像太直接了。但是现在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啊，有了最经典的方法，写情书。今天温柔的关怀，让我看到我们学校学生的热情。你的温柔是早晨的暖阳，溶解我冰封已久的心。你的笑容是天边的那道彩虹，让我看见这个世界的色彩。我发现，或许我可以不用是一个人。请问，你愿意让我牵着你的手，走过这四年吗？少来啦，搞不好你本来想的人就是你。